你为我们大日本皇军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快去报告川崎大队长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报告大队长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吧？进城。全部着火了！嗨，前面登陆！嗨，猴子结巴，等会儿就看你们的了。这下子该我露个露一手了。支那人的马帮在哪里？报告大队长，他们在这里。我要看看那些把我搞得晕头转向的支那人长什么样。快走！对，跟我们，快，走！
我们这儿有伤员，伤得很重，我们需要马上送医。康队长，带人头里走，我们和几帮子在这殿后。哎，这里两个人等我们，你们换上花裙，走吧。我们俩注意安全，其他人跟我出城。哎，走。注意安全，放下。 这老师弟，什么活嘞？解放的，哎，我来看着，我去把城门钉上。 来，谁敢登？谁要敢登？我就算他算西天，他是你们的大哥大队长啊！谁敢登？这个就对了，就乖了。浩哥，快，快！啊！我干嘛呀嘞？ 开枪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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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个办法啊，咱自然不做了。你看看，小香馆还有多少？有多少？就剩这么一点了。就这么一点，就这么一点。你快说一下，耽误半天事情。不要紧，就这点都够小富贵子收一壶的。 哎，你这个脸你怎么咋咋咋么烧个烧烧伤了？我帮你捶捶。这叫受伤，哎，这叫受伤。我屁股挨墙子叫受伤，我腿被打瘸叫受伤，这叫受伤。不过哎，你说咋哈？那在这都不害怕？那一说起蚂蟥，咱个头脖梗子就发麻呢嘛。就像我看到老鼠一样，又是老鼠胆子。 我是英雄胆，英雄胆，嘿嘿，你吓得尿都快吓出来了吧？啊，你看看着吧。哎，坐吧，坐坐一下。哎呀，哎，我这有只眼。 大队长，我们现在伤亡惨重，组织所有兵力，准备再次进攻。嗨，你不丑啊，下辈子像丑还丑不上了呢。下辈子绝对的。 毒不沾，你的屁事咋这么温柔呢？是不是害怕的？说实话呀，听您讲实话嘛，要一点的。哎，你赶紧过去，跪在小鬼子面前向他们求饶，你就可以活下来了。哎，嗯，那你。 你为什么不跟不干呀？我去，我下辈子还想挣一双好腿呢。操，可操买笨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过过。那我下辈子也要，你当个使仗礼仗干干，是不是？这该交代。你现在就是使仗礼仗了，啊？看到没有啊？ 俺周围现在全是咱的部队，啊！俺的后面，嗯，一营进攻，嗯，掩护，三营集结待命。不对，嗯，三营继续进攻，弟兄们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啊！子弹不多了啊，离近点再打。哎。 那我们就唱个鼓，奔驰这帮个大马猴，怎么样啊？唱一段。唱。他妈的，下辈子想唱还唱不上了呢。夜色的人。 Yeah.
我们回长春搞大哥，他们走远。金老子，哎，金老子，你说话你，弄个破桌子干啥呢？哼，么子是破个破桌子嘞，咋不是破桌子？是想想的。想想，想想是谁？咋没听你说过呢？ 我不告诉你，我说结巴子，我有啥话都跟你说，我肠子有几道弯你都知道，哎，你这点事还瞒着我？我说，跟你开玩笑的，是我偷香香姑娘的，咋？你还有偷女人东西的习惯呢？ 那我可跟你不一样喽，这个香香姑娘可是个好的娘家妹子嘞，跑马班的时候我认识她的，可是我觉得我太坏了，配不上人家，所以我就没。 没敢说，临走的时候我就把他给偷来了。可能用你的话来讲是拿了他过不干干净的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我还是个好人，还真还有个盼。 安等，你知足吧。不管咋样，你还心里有个惦记的女人。可我猴子你，活了这么大半辈子，连个女人都没有人喜欢。哎，怎么没有人喜欢你啊？谁喜欢你？我啊，你惦记个？哎，算了吧，不要吓唬我了。 怎么是吓个家伙你呢？你首先是这啊，这个，歌唱的好，又会讲话，哼，嘴巴甜，抢的那个妹子啊，嘿，这个，嘿嘿，春心荡荡样的，一天不停，那就像这个小猫子个抓个抓个抓，抓的厉害。行了。 咱下辈子还是当兄弟吧，你当我哥，好好的惯着，让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能喜欢上我。此话当真呐？此话当真。<笑>那好，你先叫一声哥。 我的亲哥，我又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猴子哥，才是个哥，好哥哥，你还当我哥哥？哎，你哭啥呢？哭啥呢？啊？ 第二男人的眼泪那么不值钱，拿，拿我有泪不干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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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高大叔，我们已经脱险了，就在这儿等猴子和结巴吧。好。
传递着春归的消息，看明白没有？看明白了。看来咱们就剩下最后这100里的路上了。如果按直线距离计算，就还不到50里了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咱们不是鸟啊，不能走直线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真想变成一只鸟。你呀，不单是一个标准的军人，还是一个很好的幻想家。有时候啊，幻想也是一种幸福啊。哎呀，只可惜这种幸福已经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。我不明白，你们为啥非在这儿安营扎寨啊？怎么了？这不好吗？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，后边的小鬼子很快就得追上来。啥意思啊？
不是，妈这是怎么了？她肯定还在为猴子和郭结巴二位叔叔的事情难过。老人的心事重，你去安慰安慰她吧。 这百八十里更难走啊！我们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以后的浪更小不了。 最后的时刻，高大叔，无论如何，要坚持下去。康健，你放心吧，我的身上现在是三条命了。 虽然被吸出来一些，但是糟糕的是没有解蛇毒的解药。他现在这种情况，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的。
那你看还能维持多久呢？到明天天亮应该没有问题。山上应该住的有猎人，他们那儿应该有解药。要不我去找找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你一个女孩怎么去找啊？我不怕。好，夏儿，你去吧。记住，哪儿有亮朝哪儿去。算了，还是我去吧。不行，君不可一时无帅，你不能去。夏儿，快去吧。好，等等，带上手电。 春归了，呀，燕
人。